到 KTV 去唱歌的时候呢，最能够界定你的年龄的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歌是你心目中的老歌。所以啊，演艺圈的人如果要冒充他们是年轻人的话呢，万一没有把歌曲给对上的话，他们就会让人家立刻认出来他们是几岁的人。你心目中的老歌是《紫丁香》吧？哪有那么怎么会讲出这么没有？因为我们如果去 KTV 就会说 OK， 我们现在来玩老歌的游戏，就是会点紫丁香啊，唱两句吗？紫丁香呀，它是个什么样的花？什么样的？一问一答就是你对，然后就气氛就是回到群星会的时代。我们今天邀请了一些发新出专辑的歌手。有一些身份非常的可疑哈，那我们要研究一下他们唱老歌的能力如何。欢迎各位哈，你们好。可以。欢迎。虽然他不晓得为什么坐在中间，可是可能是因为面积大的关系，没有办法错过他。而且我觉得他的手已经快要没办法靠着他的身体了耶。就是阿里山的神木是二十人环抱的那一种。而且你的腿已经要溢出椅子哎。你身上有一个娃娃是你吗？是的，是的。还是三太子嘞？不是，是我啦。你干嘛是娃娃啊？因为这是白银娃娃，大量生产的吗？没有，会限量，会限量。你就限量五个啊？没有。可是白银，我提到你是因为我要介绍你旁边的刘子谦，不好意思。好，欢迎刘子谦先生，欢迎。这个是我的新歌，恭喜你。谢谢，恭喜，嗨！我觉得年轻人不错哎，谢谢。哎，你干嘛扮于天啊？哎，我扮于天呢啊！小 S 常常在节目里面提到我，你金匠五娘，我你金匠要赞我。赞！你现在想要借机赏我巴掌吗？不，我跟你讹了。听说你会唱刘子谦的歌。这个年轻人不错哎。可以让我们听一下你模仿刘子谦的歌声吗？我第一次典礼没有放弃，因为已锁定你。你是用于天的方式唱哎，你有办法用刘子谦的方法唱吗？也可以，你可以恢复正常吗？来，卡，好，恢复正常哈。我第一次典礼没有放弃，因为已锁定你。好像回到雨天靠后庆光，雨天应该很习惯大家模仿你那个唱那首歌的方法，到今天都还不是很习惯。所以那个唱法真的有被称为是鸭子嗓唱法吗？还是大家开你玩笑的？这个就是听制作人怎么交代，我就怎么唱。所以在录音间的时候，你有跟制作人说我真的不想要鸭这么扁吗？不敢，这个不敢。嗯，压扁是就声音啊，喉咙压。你会压嗓子啊？哎呦，你会压扁。我第一次见你没有放弃，一锁定你。哎呦，你血管爆掉了！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身体压扁？我这太压了，我比较难窒息啊。学习你压扁面积会更大，别人都没有地方坐。好，还有呢，声音非常棒的 Olivia 小姐今天来。吃了很多，谢谢，希望你们会喜欢，一定会喜欢的，谢谢。给你，陈汉典，哎，谢谢。我们如果叫 Olivia 用压扁的声音唱歌，我觉得她可以，真的假的？会很不礼貌吧？可是会唱歌的人应该什么声线都要会吧？我的字典里没有。不应该逼他做这件事情的，这好玩。啊，今天还有两个乐团来了，有一个乐团很特别，是因为他们说。台湾好像各个城市都有中山这个路，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做团名，是中山路一百号吗？嗨，你们好。大家好，我们是中山路一百号。听说有出专辑是吗？我们的单曲哈，好，恭喜你，谢谢。谢谢。哎，是陈汉典叫你们都要准备三分的吗？哎哦，现在好像大家没有，就是旁边的是 Magic Power， 好了你们。然后但他们人比较多，而且有一个人不怕下雨，淋不到他的脸。先到，说屋檐对啊，就是很前面啊。刚刚我们出专辑，好，恭喜啊，弟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谢。所以这一团的发型都比较往前面一点，所以如果光看专辑，我
看不出来你们是走什么路线呢？是有一点点偶像还是摇滚乐团？我们是嘻哈加摇滚。OK， 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他们做选一些老歌，然后用不同的唱法来唱。那当中有一些人选的老歌会让你感觉到比较惊讶。等一下替我们做老歌改编的奖评的是丁小文小姐。Hello， 你好。今天有一件可能会让你不太高兴的事情，就是我们邀请的贵宾当中呢，有一组他们在选老歌的时候选了《下课十分钟》。没事，你是说十分钟的恋爱是 SOS 演唱的吗？嗯，因为他们小学时候就听过这首歌，所以他们认为这是老歌。如果他们开出这个歌单，你身为我最好的朋友，你应该立刻退他们通告啊。请问是哪一团开出这个歌单来的？哦，木吉他。可以请你们离开现场吗？没有，其实刚刚我们本来想要选这首歌的，可是后来十分钟的恋爱，原唱者其实年纪跟我们差不多，才二十几岁而已。对，哎呦，后来就你明天不是去检查眼睛，你是检查脑子吗？本来刚刚还想生气，后来听到二十几岁就来得及了。好了，我懂，你们是想要做效果。所以十分钟的恋爱真的是你们小学时候听到的歌吗？对，所以也。儿歌，你凭什么讲我？哎，不要这样，我虚长你几岁而已。你不是已经说到38年？其实我们当初在选择的时候，我们也有选十分钟的恋爱。真的吗？也是你们小学的时候的歌，超好听，起码是脍炙人口的歌啊。黑兔先停一下好不好？我们脚本就是这样写的。不要生气，你这么不能接受有人小学就听过你的歌吗？小学听我的歌还好，可是不需要强调老歌。是，就算小学听过，也还是新歌啊。对，所以嘉飞你如果人家跟你说去 KTV， 然后叫你点一首老歌的话，你心目中真正浮现的歌大概是什么年代的歌？大概是吻别那个时代吧。啊，很新啊，吻别，吻别，吻别已经是老师了。吻别是丁小文老师最新练习的歌吧？张学友的吻别吗？吻别已经是老歌了吗？差不多吧。吻别没有这么老。吻别跟十分钟恋爱谁比较晚？吻别比较晚。吻别好像比较晚吧，对，所以如果我们接受吻别是老歌的话，真的没有办法为十分钟恋爱开脱。对，可是你无论如何你都不认为吻别是老歌。吻别算是上一个世代的歌。刘子谦听过吻别这个歌吗？有。所以你应该是最熟老歌的，因为令尊就是我应该算最不熟老歌，因为在国外长大的。你爸爸没有逼你听很多刘家昌做的歌吗？华语歌曲接触比较少一点。所以你现在还是处在没办法跟他吵架的阶段吗？我很尊敬他，就不太敢跟父亲。所以可以讲到说你先出去，我现在不想跟你讲话，可以讲到这种程度吗？不行。所以你爸爸进来训话的时候，你不可以说我现在忙，可不可以等一下再讲？他自己也不太会进来训话。对，你今天来干嘛？我跑错棚了，对不对？不是你的专辑，不好意思，每个人都有送你们嘛哈。对，那个你也有，你蓝牙打开，我传给你，快点。这我请。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慢慢来。我跟你分享，等你出实体的再说吧。可是你是说真的，你的专辑已经在上轨道了吗？都 MV 拍好了，然后歌早就都录好了。要出吗？九月中啊。 MV 是色情的吗？当然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好不好？可是你在录音室录歌的时候有没有几乎要昏倒？因为那是很费劲哎。真的，而且我录一首歌差不多3个多小时，后来老师说我很厉害，因为3个多小时算快的。他刚讲话当中有大喘气耶。有啊，本来说录一首歌要3小时，空气不够。然后我要不然我们搬红沙发给你坐，因为你快要掉下来了。你现在几乎是蹲在地上。我脚卡住，不要担心。然后最主要是就是谁这么勇敢叫你出唱片啊？我一个学弟，宪兵的学弟，欠你钱是不是？所以他为什么？他是觉得会赚吗？其实我们没有想过要赚。但是他一直跟我讲，肯定会赔。阿力是说肯定会赔啦，但是我前后才压500张而已啦，朋友都买光了啦，限量版吗？你们想要再买也没了啦。现在只要你买了，那都盗版的啦。好珍贵哦。你是说 EP 500张娃娃，一
印十个吗？娃娃也500个，所以要有真正的娃娃才有 EP。所以我们买到的每一张都会有编号，500个里面的第七张。本来那编号本来要叫他印的，说要多钱，我说不要了，那我那么写的好吗？是不是大家都习惯这样的歌手背后有很多人替他唱，对不对？合音高达50人。代唱的状况很少啦，对啦，我们可以用一些譬如说事后的修改修补或是和声。可是他如果要唱现场3首歌的话会很累耶。我这3首一下来不得了。白云唱现场应该不只是唱歌曲声，应该后空翻啦，才跳舞圈啦，应该太累了吧，其他的啦。那你刚刚叫救护车给我叫过来好了，因为彩华那个歌受欢迎是因为那个歌很讨喜啊。那很讨喜啊。你的歌应该很悲伤吧？我的歌也开心的。是哪一个？Happy 假巴黎耶，所以现在是可以唱一两句吗？好，来，可以啊，来，真的假的 ？1 2 3 4，祝你 Happy Birthday 假巴黎，不管不落天干就一起，看你春风开港笑眯眯，啊万事如意赚大钱，祝你 Birthday Happy 假巴黎。我刚好要喊卡你就停下来，因为我看你应该还要喊我卡，我看你气不够了吧。这很像道士在念咒，也有那个效果，也有脱皮的效果。对对对，有一点像斗退路的效果，还蛮不错的。Olivia， 你其实听的中文歌比较少，是比较少，结果今天我们要求你选的是中文老歌。对，那你听的平常中文歌手会听哪几个人？其实还是以老歌听的，因为小的时候长大，也有就是听过邓丽君，蔡琴，然后接下来是、那个、于天嘛，吴宝，林忆莲啊，没有于天 ，sorry。可是你如果要唱他们的歌，你以前是会模仿他们的唱法，还是就唱自己的方式？其实我会就是注重他们的歌的精神，对。你听得懂歌词内容吗？我一定要花时间上网去 translate 翻译，我才懂。我们今天受到一个奇怪的委托，就是在现场别组歌手当中，有一个人说要当面对你表达他对你的爱。哎呦，刺激，很刺激耶！这样，我不知道，不是我们搞出来，是他们自己说，就是在那个穿蓝衬衫的这一群里面。过来，墨镜了。啊，墨镜。感觉好像是他。感觉他不敢看你，是不是？为什么？为什么感觉？为什么？突然那个 body language 就紧绷了。哦，看我最紧绷啊！你紧绷我，你算里面最紧的。你如果墨镜拿下来，还是有一定的帅度吗？这个听听你过来，然后就面对着墙壁，只要可以给 S 一个人看，先验一下，拿掉墨镜，拿掉，拿掉，眼睛炯炯有神。行吗？你要睁开眼睛。你最帅，最帅，最帅，你行的。他是哪一种长相？感觉很会抓漏。中山路100号演唱，小 S 下令全剪掉。梦醒时分，在每一个梦醒时分。可是为什么要用红鞋女孩唱呢？我也并不知道。这是真的有改编那个下那个十分钟的恋爱。你是不是很想唱？我的心跟着你，总是不在教室里。我会跟你们讲，就是说这一段剪掉，刚刚默行十分也剪掉。所以今天大可没有来过，可以我们就这么说定了。我们团的创作基本上都是他负责词曲，真的吗？我们这张是第二张的专辑，然后第二张都是他出的。有机会可以帮 Olivia 写歌，那很有机会，很有机会认识 Olivia。你有看他演唱会或什么的吗？还目前还没有。我们有在那个新加坡金曲奖遇到他的，看他坐我们隔壁桌。可是 Olivia 对你们有留下印象吗？应该是没有。主持人对不对？在一个他们说坐在隔壁，你可以直接问他在隔壁桌，就是他跟那个张信哲大哥坐在一起。忘记不要透过我聊天，你有什么话跟他讲，你跟他讲啊。就你唱歌真的很好听，谢谢谢谢谢谢。哎呦，结果中山路你们选的是吻别吗？不是。因为吻别好像还没有到非常的老，所以我们就选了另外一首叫《梦醒时分》。你们的衣服是模仿孙中山先生的服装吗？对，中改良式的中山装。可是也很像诸葛亮的。没有他的像，没有是短路。所以你们真实的路线是乐团还是？就是
可以，脸是偶像，唱歌是美声。啊？公益，公益。对对对对。脸是偶像是谁通知你这件事？哎，有机会坐在这边，大家说自己是。你有看过其他人类吗？是我才应该要戴墨镜。雅各是武术的，是不是？对。之前上过，对，你有上过，是不是上过肌肉？哎，肌肉呢？你可以这样说。哦，他上次是以原住民身份上的位置，对。我只记得他来喝米酒，不是吗？好像还有穿那个丁字裤，是不是？哦，所以你现在要一件一件把衣服穿回去，是不是？他是很乐意脱了，他真的是。所以等于在演唱会的时候，你们会要他用脱来带动气氛。现在就可以脱啊，不用演唱会，现在就可以带那个气氛。没有事就脱吗？他很喜欢这样做，他每次走在路上都不穿衣服。哇，这不更怪了？以前我是人家给我酬劳我才脱啊。中山路一百号，你们要唱的是《梦醒时分》的什么版本？舞曲的版本。OK， 好，上台喽。爱上不该爱的人，梦醒一分。说你心中满是伤痕，梦醒两分。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梦醒三分。心中满是悔恨，梦醒四分。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梦醒五分。你找不到该相信的人，梦醒六分。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梦醒七分。七分究竟很瘦，你到底要几分啊？梦醒时分，你又何必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梦醒时分，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你现在都不必问。有听到梦醒时分吗？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新产生以音乐表演为主的喜剧团体。但是说老实话哦，这不叫老歌新唱啊，因为他们其实完全解构了，不是梦醒时分的这个旋律嘛。不过我觉得他们好用心，第二一开始就是 I Love Tiger 那个前奏又加了凡的前奏，后面间奏还是哦，后面还唱的是红鞋女孩，红鞋是，对，所以很用心了。可是为什么要用红鞋女孩唱梦醒时分？我也并不知道。红鞋女孩是老歌吗？还是说你们不会唱梦醒时分？会会会，是想把它变得更特别，然后那个梦醒时分可以就是凸显这个歌的名字。会放刚才的动作是每一次都要这样吗？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七分 ，magic， 对，牛排七分就很熟，砍多少？好，那个有加一点赏玉林在里面，你到底要几分？要等多久？你们不要那么聊啊！你们哎，很有默契哦，知己难寻啊，知音难寻啊，知己啊。往后再好好聊模仿精神。好。对，微胖到最后是用李玖哲的歌声。哎，他很会模仿李玖哲哦。你们曾经在现场表演给现场的人听别的老歌吗？别的老歌，我们是真的有改编那个下那个十分钟的恋爱。你是不是很想唱？不然我们清唱跳好了啦。好，一小段。快快喝，预备。我的心跟着你，总是不在教室里。黑板上我每个数字都变成你的眼睛，再生气再着急，所有感情牵着你，不愿意失去共同的光阴。我会跟你们讲，就是说这一段剪掉，刚刚梦醒时分也剪掉。
所以今天大家有没有来过？可以有这个说定吗？很可爱啊！谢谢你们，谢谢。为什么把你的歌弄得这么猥亵啊？对啊，是在讽刺我个人很情色吗？没有啊，改编的版本是比较慢版的。我很喜欢 S 姐那种表情版。全都是他的问题，他那个智力是他脸的问题。这真的是你们团员吗？还要今天临时加？不是，他今天是一个主持人，我们已经把他拉进来，请他。其实我们是三个人一起，然后他是额外主持人。你平常是主持人吗？就是也蛮喜欢像翰林哥这样模仿。可是刘子谦，你有去校园演唱吗？有，结果学生是非常开心。我希望他们很开心。现场反应怎么样？现场反应很开心。所以没有像新闻报道的说，网络上有人听了你的那个歌，结果就觉得你的唱法不符合他们的喜欢的程度吗？这个我就是在学习当中，然后就是很喜欢唱歌。可是如果你他就被设定了，只能够讲某几个句子。你人生有在害怕谁哦？是你爸爸警告你说来康熙就要很小心讲话吗？我之前有看过你们的节目，是，我自己也有一点小紧张，不要紧张，因为你讲话很六零年代哎，就这样，因为他对中文很不熟，所以他可能就是从他爸爸那边接过来一些，就是礼貌跟周到度好像有点太满分了吧？是啊，你几乎要穿上长袍了，哦，你可以放松一点，因为你现在越紧张，你以后每次来康熙，我们就要挖更多事情出来。哦，好，那我所以你怕你爸有怕到女朋友不敢带回家给他看吗？哎，我没有女朋友，没有办法相信，因为你爸爸过着非常丰富的感情生活。你知道他跟很多女明星在一起过吗？这个不知道，这个得问他。我这家教没有这个，很严重。要不要我们整理给你？这你回去可以问他。我回去问他，或者问妈妈也可以。奥利维亚面前现场 Magic Power 结束了演唱生涯。他的歌声脸上带有疯狂，我只是个凡人，他是天使 O2， 他是女神，有点真啊，对不起。That's right， 他是 Olivia， 他的上帝被。而且我没在做，对不起。他的上帝被你的惩罚，他的专场被。真的应该给你拥抱，因为你歌唱生涯到今天就结束了。不要。所以当时那个唱法是真的是你爸爸叫你说这首歌不要再用你以前的唱歌的方法，用一个特别的方法吗？也不是，他就是跟我交代我怎么唱，我就怎么照做。可是你一点都没有抗拒，说哎，我很会唱歌，我不要用这种。这不敢，这不敢。你有先唱你自己想唱的声音给他听吗？老人家他有写过很多歌曲，所以他应该是有他自己的经验，所以他有他的坚持。那他唱完，你照他的唱法唱完了以后，你自己高兴吗？还是说只要爸爸高兴就好了？我自己非常的开心，有这个学习的机会。等一下，是谁在后面枪指着你？对啊，那个今天请你让开好吗？好像去竞选的感觉，有没有？等一下，你私下讲话是这样吗？我私下不太会讲话。喝酒之后也是这么周到吗？我现在不喝酒了。真S你要问什么？问不到。不是因为加油加油加油！对呀，你却香，你很辣，你很辣。我觉得有人指点他这一次来康熙要这样子哎。他的字典里面只有20句，没有放弃啊。刘子谦，你回到家关上房门会变另外一个人吧？我喜欢打 Xbox。你房间有没有贴你爸的海报，然后拿东西射他？这不敢，因为我爸有时候会就是突然进来房间，对，他会他老人家就是爱晃荡晃荡，对。晃荡，晃荡，老人家晃荡晃荡这几句话很少听见。对，我觉得他今天可能是最适合老歌星唱的。好，那白云，你今天选的歌是？我这也不算，但是算是姜育恒早期的歌曲。你为什么要选姜育恒的歌？以前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有跟他一起拍过戏。你有学生时代？你不是一出生就这样吗？也是有，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以前我们也是对9年义务教育这样过来的、啊。Okay, 对对对。所以你在学生时代曾经认识他吗？对啊，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啊，他刚好是
那时候他拍校园电影。你刚刚那个吸气很大的声音。哇，他刚好是那时候他拍校园电影。你刚才那个，你已经有气量大，你连白天都有出现打鼾的声音耶。不是的，你刚才是我在学生时代，就是这个呀，已经有那个声音啊。来，我来。所以你选张宇恒的哪一首？再回首。OK， 是你学生时代就会唱的歌吗？可是你有新唱吗？有，所以再回首你会有新的唱法，是不是？他刚才那个他们所唱的呢，那改到人家不知道了啊。我们这一样，原汁原味，只是把整个感觉改变了。好，我们接下来欢迎 Olivia 唱歌。我觉得在中山路之后，我们应该听一点好听的歌声，没有办法连接听两个怪歌。Olivia， 你选的歌是蔡依清的《Chas》，你的温柔。Chas， 你的温柔，欢迎 Olivia。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离去。再唱一首，我们不要听再回首。我觉得可以，我马上可以改歌啊，没有关系啊。我们不要听你唱啊，因为你刚才，唱那一个祝寿的歌，听起来就没有歌声啊。不是的，好像很吃力耶。啊，那个是因为要整个气氛嘛。用这个摇滚版唱还是很好。你到时候我这片子一发之后，那500张发出去你就知道。搞不好你也听到，就只有五百个人知道是这样。打开，打开，现在就给你嘛，好不好？回去听嘛。刚刚那个真的很好听啊，那个版那个改编，而且 Olivia 还是维持他声音的特色。对啊，而且我觉得现场应该有人要心肌梗塞了吧。所以请问你们等一下要唱的歌曲是用什么版本？是用 rap 的版本。是认真的吗？认真，很认真，不是搞笑的，就是在讲我们搞笑。不是，你不要乱讲我们。我要械斗。所以你们平常喜欢听老歌，还是说就只是为了今天才勉强去听？其实平常就喜欢改编人家的歌，对，然后想不到，然后今天有机会就改编老歌，然后也蛮好玩的。是，不然我们就把白云放在最后一个，然后就是评估，看要听不听都可以。各位观众朋友，我是放在压轴啊。不是，就是说也有可能，时间够你就不用唱了、一定要唱。而且捡起来当预告，好，去当全民最大的预告。太快乐了，姐！那我们先要Magic Power上场喽。是你，梦见的却是你。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春儿开在春风里。That's right， 她是 Olivia， 她的专长是底片谋杀，她的美能让寂寞蒸发，她的歌
说脸上的也疯狂，我只是个凡人，她是天使 O2， 她是女神，有的也真、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她真的很紧张。Magic Power 请听，求好心切在女神 Olivia 面前现场，难免会紧张，再给她一次机会吗？是你，是你，梦见的全是你，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Yeah, that's right, 她是 Olivia， 她的上帝。你笑得甜蜜蜜。对不起，对不起，真对不起，再一次，再口气，我不会再错了，对不起。等一下，你真的想到吗？哎，这已经进入鬼打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再，我不会再错了，对不起。不要念 rap 好了啦。不是真的不会错，你要 Olivia 站到前面。不用，真的不用再错了，他可能连气都唱不出来。是你，是你，梦见的全是你，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That's right， 她是 Olivia， 她的少年美丽的蒸发，她的专场的甜蜜蜜。他的专长是底片谋杀，他的美能让寂寞蒸发，他的梦的脸上的也疯狂，我是他是个凡人，他是天使 O2， 他是女神，也没上的人我的灯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像花儿开在春风里，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是，太太，你喘口气，你喘口气，交给我，交给我。是你，是你。梦见的全是你、yeah! 我们是 AP 梦幻力量，他是 TT Olivia， 老歌新创 PK， 刘子谦白云评价差很多，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位，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他唱法好特别哦，他那个滑音是一般年轻人唱不太出来的。是，今天节目很棒啊，很棒，精彩，谢谢大家，结束。我们可以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 我不好意思要唱了吗？差不多了。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我说不出来，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你以为你自己会唱歌，你知道吗？恭喜婷婷，从来没有歌手在康熙 NG 四次，因为我们全部都会播出来的。你把白云的预告都挤掉了，白云就没办法唱了。我们真的确定白云今天不用唱了，没关系啊，年轻人只要呢有成人终成眷属就好了。谢谢白云哥，真的
你真的是为他编的这个歌词？对，因为 我真的很懊恼。我跟你讲，其实我们最近那个是宣传期，然后通告还蛮忙，然后知道这个要上这个康熙，然后又遇到 Olivia， 他其实为因为我很早就写好东西，就 熬夜。你可不可以不要用 rap 的方式讲一下那五句歌词到底在讲什么？好 ，That's right， 他是 Olivia， 然后他的专长是底片谋杀，然后他的美能让寂寞蒸发，他的歌声连上帝也疯狂，然后我只是个凡人，然后他是天使，哦不，他是女神，然后那个下凡，全世界都 fall in love， so I rap this song for Olivia。有加分吗？他可以得到一个拥抱吗？没关系，我多关心。真的应该给你一个拥抱，因为你歌唱生涯到今天就结束了。哎，他竟然用这么重的字眼，他是凡人，然后李亚飞是女神。对呀、啊，而且我们顶多再邀你们四次，可是你们已经把会表演的次数都在今天用掉了，就是 NG 四次啦。所以如果以后他们邀请你担任他们演唱会一起演唱的嘉宾，有这个可能吗？ Okay 啊、你们演唱会长达四小时吧？因为一场再次再现。刘子谦，你今天选的歌是？我选的歌是老师重编的《往事只能回味》。那是你爸爸做的歌，对不对？是刘导演。你都已经难得一个人来上节目了，还要唱你爸爸的歌，你不会很想摆脱他吗？啊，我很喜欢他的音乐。你称你爸爸为刘导演？刘导演，我今天叫爹嘛，我叫你。所以你在家是怎么称他？父亲。哦。父亲，你在开玩笑吗？父亲，请九刷。有人在家里叫人家父亲的吧？对啊，有啊。你是说每一个 opening 都是父亲吗？没有说爸爸啊什么的。都是父亲。我的 good， 哇，我已经想到朱自清的背影了。是他规定你叫他父亲吗？我从小习惯就叫父亲。那叫妈妈也是叫母亲吗？母亲，那称自己是小的吗？还是我是子谦。所以你就会说父亲子谦现在要去上康熙来了吗？所以回到家会把今天的内容禀报父亲吗？你干脆叫他黄阿华算了。什么风格的改编？啊，有老师来改编、okay， 是好，来子谦，我进场，谢谢。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已经夜夜添了心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好特别哦！可是他的唱法也是老歌的唱法，哎，他那个滑音是一般年轻人唱不太出来的耶，是很讲究的滑音。可是他的节奏是很随性的吗？因为这个节奏已经是 twist， 就是你听到的节奏就很容易会有起舞嘛。对对对对。但是子谦就是从头到尾还是在一个60年代的一个状态。OK。我觉得他太紧绷了。包括他刚刚的回答都好像在放一个录音带，就是你们不管问什么问题他就再放一遍，
可是这也很有特色啊，我觉得蛮有趣的，很有特色。但是子谦，我真的觉得看你真的不像是一个 rapper， 因为、哦、因为唱 rap 的人不仅就是他，他跟你说他还在学习啊，他已经发了一张专辑了，还在学习，就是那个个性应该很活泼，然后包括肢体。我猜没有了，有些 rapper 其实私下是还蛮害羞的，害羞，对。可是我猜他在美国会比较放松，放松一点。你回你这次你什么时候回美国？啊，还没有，这个打算。还在学习，还在学习。哎呦，这句很好用啊。可是你有计划回美国要大开杀戒吗？就是你的个性整个就是要放开了。没有，我其实都一直都不太会说话。哦，所以也没有一个隐形的情人在美国等你。我目前就是在工作比较忙，所以还没有机会认识。你需要有你们可以介绍给我，我会很开心。反正呢，惜字如金在这里也很好，因为下次来我们可以进攻多一点。对，嗯、唱法也我还蛮喜欢的。大家今天都留下一些破绽，下次可以改进。对，今天节目很棒啊，很棒，精彩。打算要结束了，我们可以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不好意思，总要有破绽呐、啊，对不对？我一直这么表现这么好，不行啊！我来一点破绽嘛，来，麦克风，你要唱了吗？我差不多了，差不多时间也差不多了 ，OK， 不早了。你词汇顺利的完成吗？可以。我们欢迎白云先生下来，谢谢。再来这首《再回首》。再回首，云遮断归处。再回首，静静弥补，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眼泪朦胧，留下你的祝福。不管明天又要面对多少伤伤多心痛，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yeah、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从最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我中间还故意有破绽呢、啊，不然下次怎么来啊？对不对？我说不出来，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Piano bar，Piano bar， 就你当中，你有在耍一些花腔哎、欸？其实你以为你自己会唱歌，你知道吗？就这个感觉，让人家。其实我觉得这个哈，因为我是因为里面算起来我年纪最大，所以我比较油了一点。我也觉得，但是刚才我们唱的时候，整个感觉气氛很好啊，气氛很好，气氛对啊，就是这样就对了嘛，对不对？是，感谢各位来康熙啊，自己做 ending 了吗？你觉得怎么样？拜董，你刚忘了给琴师小费啊？你觉得很像在 piano bar 唱歌，真的很像在 piano bar， 有同欢的感觉，你都可以闻到烟的味道。你喜欢那个风格吗？我觉得。因为如果是要唱老的感觉的话，刘子谦那个我还比较喜欢，他那个就是真的是很特殊的唱法。可是白云那个就是，可是不可否认，一定会有一群喜欢你的歌声的人啊。对，这倒是真的。500张一定卖得掉，没，已经都卖光了啦。好，现在还没印好，已经卖光了啦。是，恭喜。但是现在一直请求我加印了，我在想，划不来，划不来。今天大体上也完成了大家的心愿啦。嗯，你身体还 OK 吧？哎，没事吧？OK， 你看那 OK 嘛，没事了嘛 ，OK 了。希望你的音乐得到认同，然后啊，就开始在歌坛好好发展。哎呦，那怎么好意思？谢谢，保重身体。是，婷婷加油啊！好，谢谢，镇定一点，谢谢大家。谢谢。